係暫時大熱門嘅大千氣象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九場賽事三班，2000嘅長途賽大熱，暫時係6，黃旗居隨時起步，隨時起步啊！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咧，精算謀略蹬兩蹬咧，就喺後邊喎，攝入去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咧有魔界喎，紫色眼罩黃衫嘅，喺外邊有好勁力中華英雄十八掌門人黃興彪最出港林福將啊，咁啊出邊紅一直間衫恩尼格慢慢壓咗埋去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大千氣象綠色衫啦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八九位到啦，咁啊內欄位置仲有大至尊啊，後邊個五匹馬多多勇區精算謀略啊，尾三位置係愛心神區啊，長龍再現響尾二。暫時殿後咧係嗰只發財秘笈嚟噶，好啦，接近1400米段處跑對面直路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匹咧就係嗰只十八掌門嚟噶，跟住喺第二位咧就銀黃興彪啦，第三位內欄就好勁力啦，出邊第四港林福將啊，第五位就中華英雄內欄，第六黃衫咧就魔界啊，咁樣喺佢外邊咧仲有隻恩尼格啊，紅黑直間衫噶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六三咁啊上咗少少咯，大千氣象啊，內欄位置仲有大至尊，後邊五匹馬多多勇區精。精算謀略喺尾四啊，後邊三隻愛心神區喺尾三啦，尾二內欄位置長龍再現，出邊咧就發財秘笈嚟噶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咯，十八掌門就佔先少少嘅，見到中間位置就銀黃興彪啊，大千氣象咧就外邊啊進佔第三嘅，再見到好多層嘅馬啦，內欄第四咧仲有好勁力啦，出邊啊港林福將，中間粉紅衫咧仲有中華英雄啊，再後多層內欄位置就魔界黃衫紫色眼罩，出邊啊恩尼格啊，後啲先有大至尊。攞出去啦，走入邊啊！精算謀略啊，同埋多多勇區嗰啲馬掟到最出，仲有隻發財秘笈噶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咧，仲係十八掌門噶。見到外邊港林福將上緊嚟，中間有好勁力大千氣象，大愛當大至尊嘅去勢亦都相當勁啊！再見到攝入邊追，仲係精算謀略啦，出邊上仲嘅發財秘笈啊！最後200米到啦，大至尊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啊！中間位置好勁力同埋精算謀略啊，出邊位置仲嘅發財秘笈接近終點，大至尊認真厲害啊！一出即勝2000米嘅路程，仲要大勝翻嚟啊！第二名精算謀略響中間，外邊發財秘笈入邊咧好勁力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大至尊可能真係深藏不露啊！嚟到香港一出即勝2000米，後邊嘅馬精算謀略慢咗閘啊！有冇機會第二咧？外邊啊發財秘笈第四名係好勁力。啊！師傅簡冰池試過一出嗰隻眼鏡世界贏1900，哇！葉楚航仲勁，贏2000添呢只大至尊，翻嚟贏到冇得跑噶。跑第二名咧就係2號嘅精算謀略，第三名咧就係呢只嘅發財秘笈，跑第四9號嘅好勁力。哇！破曬數據啊！不論係初出贏2000定係馬房初出嘅數據，仲要贏到甩曬喎！大至尊。一出即勝啊！大至尊仲要難度係極高啊！極高啊！一出即勝2000米啊！好啦，恭喜曬大至尊嘅馬主獲得自購層出賽馬匹特別獎金啊，150萬元嘅。潘頓話打俾我手執半邊杯耳嚟噶。係。你哋都未跑過2000，我贏咗啦。試咗只靚嘢啊！啊！你哋都仲要試呢個路程？我唔使試啦，一出就贏啦呢只。睇翻個巡台影片，四檔啊，精算謀略都起擒喎。咁啊，佢出閘咧就稍為慢啲嘅。咁啊，外檔嗰啲快啲啦，銀黃興彪、港林福將。咁啊，中間好勁力中華英雄十八掌門，其實隻隻都係撳住咁樣走上嚟嘅。咁啊，結果咧有九疊嗰度啦，咁就港林福將啦。咁啊，中間咧恩尼格涉啦，但係佢都搶口嘅。貼欄黃衫魔界啦，跟住大千氣象都好位嚟嘅，拍住入邊就係呢場嘅頭馬啦。大至尊後邊多多勇區精算謀略愛心神區長龍再現包尾發財秘笈。前邊都多馬走啊！原來呢一場啊，不過最覺得佢應該要走嘅恩尼格，佢都係捉，係啊，結果搶曬口，上次都搶曬口噶啦，都捉唔到噶啦，根本。其實後面啊，報名都有啲怕佢啊，嗰個大千氣象，哇！你喺前面搞乜鬼？一路都穩定唔到走勢啊，恩尼格。係啊，不過一陣間報名唔知點解嗰度走咗出去三碟喎，自己係咯，好地地嘅。自己選擇喺嗰個位置走喎。嗱呢度啦，咁啊，潘頓話 thank you 咁啊。本來潘頓喺裏邊噶嘛，我就走埋出去啦。跟住恩尼格留唔住喎，頂埋嗰只大天氣象出外邊添。
喂，焗住大天星，你像呢度冇遮擋，不如自己走啦，試下。哇！但係第一次過嚟沙田二千，咁樣走就係好難咯。係咯。港林福將就沿路外碟，睇下入邊啦。精算謀略啊，莫雅其實都喺度開始熬咗好耐㗎啦。梗係啦，第三隻過埋個位置16蚊啊，最後有搏命。你睇呢個位置，騎小步都未必有啊。而家翻嚟個位置好近㗎啫，個位置都有啲惡劣㗎，起步慢咗。仲要俾阿多多用佢入直路咧，佢都挨挨佢㗎呢度，因為銀河慶標散啊。啊！你喺潘頓轉正入直路先開始騎啊！一騎嘅話都唔係人咁品，呢度都仲未叫到出嚟啊！精算謀略最尾呢度150米啦，叫到出嚟。嗯，好勁力都唔錯啊！即係首次大幅跳成2000咧，翻到嚟都係緊緊冇咗個位置。